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现在的时代是个网红成批出现的时代，人人都想当网红，可是出位确实十分的困难。但是动物界的卖萌担当熊猫愣是杀出一条血路。说起熊猫，大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个场景，看着这些芝麻汤圆，整颗心都要化了吧。但是别看熊猫一副老实的样子，它可是个沉寂许久了。来看看这只熊猫，今天熊猫老实的喝完奶爸给的红牛奶，喝完就老实的坐着等奶爸来收盆。一般来说，奶爸收盆的时候会带毛巾给熊猫宝宝擦嘴，但是作为一只沉寂的熊猫，当然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。熊猫一把抢下奶爸手里的毛巾，坐在那里擦嘴呢。宝宝是这边擦擦那边擦擦，保证将自己擦干净。饲养员看到也是见怪不怪了，看来大家是心知肚明。小伙伴，你们还见过哪些沉寂的熊猫呢？下方评论告诉小编吧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小编就说到这，对小主们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现在想法，无论长短精彩与否都不要吝啬哦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不见你是我的身影吧。